第五页十七行三十四纵，地藏菩萨对释迦牟尼佛说：“我今学世尊呐、发如是誓愿，当于此秽土得无上菩提。我今天学释迦牟尼佛的大悲愿心，发广大的誓愿，我将来会在无量劫无量劫，在此就是你现在坐的跟住的这个地方。”娑婆世界而成佛，所以地藏菩萨呢，还会跟这个贤劫千佛一样呢，都在我们娑婆世界成佛。当然，他先是证悟的菩萨，他是证到十地菩萨。事实上，他已经无量劫已经成佛了，所以对他来讲呢，在哪里成佛啊，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他有这种广大的愿力，值得我们赞叹的。好，请看第一页，请合掌，念南无地藏会上佛菩萨三称，一起念，啊，把心静下来。你看幻灯片，好，一起念，南无地藏会上佛菩萨，南无地藏会上佛菩萨，南无地藏会上佛菩萨，请放掌，我念两句一个段落，你跟着念，好。两足尊导师，慈心常普覆。两足尊导师，慈心常普覆。安忍如大地，遍除嗔愤心。安忍如大地，遍除嗔愤心。具殊胜相好，庄严诸佛国。能以地慈悲充满一切土，能以地慈悲充满一切土，永觉诸爱网如实善安住，永觉诸爱网如实善安住，舍诸清净国度染浊众生，舍诸清净国度染浊众生，本愿摄秽土成熟恶众生，起坚固正勤，久修诸苦行。久修诸苦行，闻声悚惧身。悚惧心。修诸师戒忍及精进定慧。成共事无量佛菩萨声闻，成共事无量佛菩萨声闻，即济诸有情饥渴病死者，本为他有情至舍多生命，本为正法故，舍多骨血皮。本为正法故，舍多骨血皮。既舍自安乐，悲悯诸有情。既舍自安乐，悲悯诸有情。专为诸有情，勤修断惑网。善护于六根，恒远离诸欲。善护于六根，恒远离诸欲。观有为无常，苦空无我性。观有为无常，苦空无我性。诸苦业增长，皆贪爱为因。诸苦业增长，皆贪爱为因。故先于六根。永断诸贪欲，普贤于六根，永断诸贪欲。普于有情界，常安住大悲。普于有情界，常安住大悲。虽得圣菩提，而不舍本愿。虽得圣菩提，而不舍本愿。虽见诸有情，逼切在众苦。虽见诸有情。
随起勤精进，勇猛而济拔。令勤修师戒，忍静定般若。令勤修师戒，忍静定般若。如母于一子，慈心而养育。本于有情类，常住普慈心。故述正菩提，度脱无量众。本修菩提行，无不为众生。故今于有情，不舍于六度。习常于末世，求无上菩提。今还末世中，速成无上觉。调伏诸恶见，天龙人要差。安住能断惑，如金刚圣道。受无量有情，得胜菩提记。诚应供倒手，最上良福田。世尊无等侣，普覆诸群生。无量大明文，充满十方界。是故诸菩萨未成就己事。行供来皈依，大摩尼足下。闻所说妙法，皆生欢喜心。起真上正勤，修习菩提行。有导师法力，皆速证菩提。故今者导师，大吉未曾有。十三照耀叉，横弹诸血肉。皆舍诸恶业，速去大菩提。有得胜种持，安忍即净虑。有永尽诸漏，应供世间尊。有修四无量，有住四摄法。有得四辩才，有安住顺忍。有得见行定，有得妙慧眼。有住无生忍，皆有导师力。世尊大威德，摧灭众魔怨。降伏诸外道，九十五异类。进地狱旁生，恶鬼飞天去。故真实有情，贤归尊足下。今者习刀兵，疾病积警节。度迷失正道，盲明诸有情。
诸烦恼狂乱皆安即灭道。故我舍诸缘来礼敬尊主。无边诸佛土现在诸导师。贤广赞世尊闻者皆来此。我闻遍知海真实得无边。度脱诸有情心欢喜敬礼。成修无量福今得礼尊主。愿无量劫中常修多供养。我今学世尊发如是誓愿。当于此秽土得无上菩提。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塞纳摩诃弥陀佛，耶陀他伽耶陀帝耶陀弥利多摩毗阿弥利达悉檀波阿弥利达毗迦兰地阿弥利达毗迦兰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陀那揭陀耶耶陀弥利多婆毗阿弥利达悉檀波阿弥利达毗迦兰地阿弥利达毗迦兰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陀那揭陀耶陀毗利多婆毗阿弥利达悉檀婆毗阿弥利毗迦兰帝阿弥利达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萨婆诃请关灯。好，看得出各位莲友都非常的虔诚跟恭敬，所以共修非常的庄严。那 Part 1呢是地藏菩萨赞叹释迦牟尼佛，Part 2呢是释迦牟尼佛赞叹地藏菩萨。有一个莲友问我说，师父你编的地藏简轨非常好，我很随喜赞叹，但是我实在太忙了，我不可以只要念 Part 1跟 Part 2然后再念地藏圣号。答案是很可以的，你非常聪明，找到了 discount。 可以，你念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的寄送的话，我想十方诸佛都会非常的欢喜，地藏菩萨也会非常的欢喜。 好，今天的禅观呢要重复昨天的，因为昨天教的方法叫你观地藏菩萨，然后呢手中捧着摩尼宝，摩尼宝呢就像你看到的水晶球一样是白色的，因为白色可以出现一切的颜色，所以待会各位静坐的时候呢，先观你的水晶球，然后呢再来我敲一声引磬的时候，你心里念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或念
嗡波来摩尼托尼娑婆诃都可以，念佛跟念咒你选一个，但嘴巴不要动，然后你这样静坐观想你的水晶球，当一念咒的时候就开始放光，尽量的能够扩大，从宽济念佛堂到整个新加坡，到整个地球，到整个太阳系，到恒河沙数无量无边的世界，你能观想多大就多大，这是破除你的执着，扩展心量一个很好的方法。好，那现在背挺直，身体放松，眼睛不要全闭。我再讲一遍，很多莲友都喜欢闭眼睛，答案是不可以的。因为我看过南传北传藏传的所有禅观里面，没有一个人教你闭眼睛，只有一个金刚乘特殊的教法里是闭眼睛的。现在你还没有适合学那个法，所以闭眼睛会跟你昏沉跟黑暗的心相应，所以你眼睛也不要用力，就是张开一半这样子静坐，先静坐观想水晶球，敲引磬的时候才开始观想放光，把心定下来。心中开始念佛或念咒，观想水晶球放光，观完了以后就如实安住在心里，安住在金色的光芒当中，嘴巴不要动，用心里念。
结束了，身体轻轻地动一动，怎么样？觉得念头有比平常宁静一点吗？心的训练是很重要的。佛在无量的教法里面都开无量的方法，有南传，有北传，有藏传，不同的禅观方法。他因为用的方法不同，所以得到的果报也是会不一样的。好，请开灯，然后跟我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号，跟开经偈一起念。南无大，对不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各位大家晚安，请翻开十六页讲义，十六页第六行第四段，修持地藏法门的功德。昨天一个晚上我就介绍了地藏菩萨有27种甚深禅定，也举了很多例子跟各位分享，这是出在《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的第一品。同时在偶益大师的拜忏里面呢，它也被包含着，我觉得是非常的好。偶益大师的忏法我自己也拜过，以前我住在狮头山山上，我们的骨灰塔里面呢也有供地藏菩萨，早晚我也会去烧香，所以我也拜过这个忏法，也是非常的殊胜。今天来看第四段，修持地藏法门的功德。在没有正式到经文之前呢，我们要先介绍一下地藏菩萨。请看幻灯片，地藏菩萨的名号是怎么来的。谢谢净明佛学社的这张照片是我拍的，因为他一对的寄送就是出自于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请看，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生密犹如密藏。表示什么叫做大地？表示地藏菩萨的心啊，安忍不动。忍不单单是指说啊，人家骂你，你不生气叫忍。什么叫做忍呢？这里的安忍啊，是指无生法忍的忍，比较深的意思是说心安住在法，如如不动，这个叫做忍。好，这个意思比较深，就是《金刚经》讲，你能够降服其心。安忍，你的心很宁静很安详。有些人修禅坐很紧张，我现在要修禅坐了，这样子你修不成。为什么？因为你心都绷得很紧。举个例子哈，师父接触很多人，然后呢我也会客，所以我真的很了解，不但新加坡，全世界的人工作都很忙。我虽然出家了，但是我的心是很关怀所有的众生，我就好像站在世间跟出世间的中间的线，我可以感受到从早到晚工作压力很大，真的很大。不要说在家居士很辛苦，现在当和尚也是很辛苦的，尤其是现代的和尚。你要当好的和尚，你要利益众生，你要知道我一出家要煮饭，要洗衣服，对不对？要做早晚客诵，对不对？要学这个，还要我们的道场还要流通法宝，还要呢出录音带，对不对？礼拜六礼拜天还要共修招待居士，对不对？有时候居士有困难的呢，还要心理辅导，夏令营，还有儿童佛学夏令营，大专夏令营，所以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所以出家若修得很好的话很容易成佛，若修得不好的话很容易往生的，但是往生哪一道就不知道了，要看你的心。所以出家并不是你想想的，哎呀就什么不做，念念经打打坐啊，来连接接个缘。出家要勇猛精进的，所以第一个你要先学心要有宁静安忍，禅定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地藏菩萨，所以他安忍不动犹如大地。注意，大地是一切众生之母，大地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要踩在地板上，你看这些花
植物、谷类都要从大地而生长。假如这个地方闹饥荒或没有水的话，长出来的食物啊就不好，对不对？各位看过芭乐，其实芭乐可以供佛的。你知道以前为什么说芭乐不可以供佛吗？因为乡下的人认为说芭乐吃下去那个籽呢没消化，吐下去呢用肥料然后再来，怎么可以供佛呢？答案是什么都可以供佛，在你的恭敬心，番茄也可以供佛。但是我要讲的重点是，大地一切呢都万物欣欣向荣所长出来的植物啊才比较好。现在的芭乐有些很丑的，有些很漂亮的，有些是 perfect 完美无缺，不要吃那种的。因为呢真正好的芭乐一定会有虫咬，完美无缺的话是连虫吃了呢都会死翘翘的话，那人吃了呢也会药到命除的，不是病除。所以大地的精华是很重要的，我们人若没有踩在大地上，你不可能生存的，对不对？当然有其他的众生是飞在天上，或是呢他呢可以住在山林里面啊，像地藏经讲的山神、树神、地神、水神。问题你不是神，你是人，所以你一定要依大地而安住。所以地藏菩萨的第一个名号叫安忍不动，犹如大地，很好，它是出自于《大乘大吉地藏十轮经》。第二个，净律深密，犹如密藏。净律就是表示你止观的功夫要很深，心要比别人宁静，不要慌慌张张的。慌慌张张的呢，心很乱的话，那你会出很多差错。深密就是呢，它是有很深奥的智慧，常常在思维怎么帮助众生，心中犹如秘密的宝藏，可以出生无量的功德，所以这叫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所以地藏菩萨的名号是非常甚深的，所以它有很多的意思，待会我会解释。接下来再看地藏菩萨的名号，请看幻灯片，这个不在讲义上，我以引竺摩老和尚。竺摩老和尚大家知道是被拜在马来西亚，当时当中国的很多高僧因为战乱历史的因素，很多人逃到台湾，有很多跑到香港，有人到了新加坡，有些呢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回教跟印度教非常强盛的国家，还有民间宗教，所以在大马他们赞叹竺摩长老称为佛教之父。为什么呢？当时他到那边呢是呢没有正法的，所以他要到边地区呢为利益众生，然后又回教的国家，华人呢跟他学佛法，所以他度了很多很多的出家众，像记字辈的法师，像有一位叫继承法师，可能各位认识，我读过他的书，没有见过他。他培养出非常多的人才。讲到竺摩老和尚，我想到我跟他有缘，10年还是15年以前吧，我那时候去马来西亚，读在佛学院的时候，跟着马来西亚去西马，从柔佛一直往上走。我到了槟城，那一天老和尚他有一点伤风，就感冒，可听到我们台湾的来呢，他非常的高兴，所以接见我们半个小时。那我知道竺摩老和尚曾经是太虚大师的学生，所以他亲近过一代高僧，他的学问非常渊博，他也跟松年老和尚一样非常有才气，很会写书法跟画画。他非常赞叹弘一大师跟丰子恺居士，所以我就问他说您是太虚大师的学生，那您跟太虚大师学习佛法让你最感动的是什么？当然他给我们开示。最后我突然动了一个念头，我说听说你老人家有太虚大师的舍利子，你可以让我瞻仰吗？能够见到圣人的舍利子是很不容易的。他非常的欢喜，因为他很高，他说好好等一等，我进去拿，端出来像一盘呢碧绿色的绿色的玉一样，十几颗，哇，我们虔诚顶礼了。那时候我打了一个妄想，要给我一颗多好啊，但是我不好意思说，因为他是长老嘛，对不对？初次见面就跟他要舍利子，那有一点不太好，所以我就很欢喜。不过我看到真的非常欢喜，我看到呢弥勒的菩萨化身而亲自示现为太虚大师，提倡人间佛教。在中国呢清末明初的时候，佛教非常混乱的时候，他真是住持正法尘，所以能够亲近善知识也是要多生多劫的福报。
所以这个呢是给我印象非常非常深的竺摩长老，学问非常的好，才气非常的高，而且呢非常的慈悲，而且对后来的不管在家出家的佛弟子啊，都是苦口婆心的劝。所以以前的老和尚啊，都对后学都很赞叹鼓励跟栽培。以前的长老大德啊，都不会希望呢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不会说你为什么修得这么好，我吃醋，不会，他希望你比我更好，这样佛教才会代代出人才。现在的人呢，只要看到你比我好啊，有什么了不起，要是我怎么样的话，我也点点点点点怎么样，其实都是酸葡萄嫉妒的心理，这样是烦恼。所以我今天很高兴引用竺摩长老的《地藏经》讲话，第一，以大地喻大德，比喻说地藏菩萨的功德像广大的大地一样。好，大家知道，哎，大地可以生长，可以承载，可以出生一切一切的植物。譬喻菩萨能够实地呢，地地都生无量的功德，所以地藏地藏菩萨，那它可以生无量的万法的功德。所以这个大地表示你的心量广大，由于有广大的功德。第二个，借着库藏显示密藏，这里的库藏有特别的意思，密藏、密藏、密藏有三德密藏，各位可以写法身、般若跟解脱。法身是我们证悟的法身，金刚经讲法身无相，般若是般若波罗蜜，解脱是指烦恼，从烦恼中得到解脱。所以库藏就像国王里面的那个金银宝库一样，以前的国王为什么要当国王？第一个有权势，第二个有宫妃才女世间五欲的享受，第三个他呢仓库里面啊有很多很多的金银珠宝宝藏。用这个比喻说，库藏啊，外在的宝藏啊，比不上你心地中佛性的宝藏，所以这个叫做密藏。每一个人都有内心中的密藏，在《法华经》里面讲，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摩尼珠宝，对不对？在衣袖里面，可是呢，大家都不察觉。同样的，在地藏法门里面也说，每一个人，第三个，请看，指心地为宝藏。就算你有再多的钻石、翡翠、黄金、黄金的戒指，乃至于金手表，很抱歉，断一口气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谁带走了呢？你的子孙把你拿走了。那你真正能拿走的是什么？你心中的宝藏，你心中戒定慧的功德。举个例子，昨天讲功德跟福报不一样，我昨天讲梁武帝问达摩祖师，对不对？举个例子，每一个人都有修戒定慧，出家人持戒，不管是比丘、比丘尼戒，戒有戒的功德，在家居士持戒有功德，修禅定，你能够调伏的你的心也有功德，智慧也有功德。可是心弘是没办法把头砍下来啊，好像现在科幻小说电影一样，嚓，放光放电，然后每一个人呢戒定慧都给你。假如可以这样的话，我一定呢买最大的转接器，叫 adapter。然后每一天呢就来输电，这样就可以了。我一定会输给你的，输给你是输送给你。为什么？问题你得不到我心中的智慧。我能够读很多很多的佛经，我没办法给你，但是我可以给你福报。举一个例子，有些这几天很多莲友听得很欢喜很惭愧，感恩三宝，你有时候会感恩买一些师父甜点给师父吃，你有时候会买一些东西来供养我，我非常的欢喜，不过不要浪费这个钱。但是你给我的时候我接受，师父自己接受，我可以跟很多人很多人分享，所以你可以吃到甜点，你也可以喝到饮料，那个叫做福报。所以福报可以跟众生分享，功德当然也可以回向众生，但真正的自信功德要靠自己修。地藏菩萨可以苦口婆心劝你，但是你要了悟自己心地的宝藏啊，你得修戒定慧的功德。第四个，从住从孝得名，住是让众生能够安住，心能够安得下来。待会我们可以讲地藏菩萨有28种功德利益，众生心啊，仍然常常不太安，
虽然你住在政府主屋里面，你就会担心，哎呀，要是我搬得高一点的话，那不是更好吗？问题搬高一点的话，要付很多钱呢、啊。要是我搬低一点呢，你又感到，哎呀，左右邻舍好吵啊，马来人太多啊，印度人呢有体臭啊，你又觉得呢，哎，第一层呢蚊虫很多，所以你永远对你所住的那一层咯，好像都不太满意。用这个比喻是什么？我们凡夫对于现前所拥有的东西都不会感恩，所以我们心永远无法安住。我们的心呢，像呢汪洋大海一样，永远填都填不完。可是你修地藏法门，它可以让你的心世出世间都得到安住，这叫住的意思。第二个，从孝得名。地藏菩萨在中国佛教里面最被赞叹的是佛门的孝经，不论在家出家，你都要孝顺父母。所以佛曾经说过，人道有亏，佛道难成。假如你人都做不好，不孝养父母，奉事师长的话，你是不可能成佛的。因为你连人道的功德修得不满，那你往上爬的时候呢，就像盖很大的高楼，盖得越高啊，它会摔下来的。所以一切众生从哪里入门呢？从深信因果，从孝养父母，从奉事师长开始。所以地藏，地藏是十方一切诸佛，不管有佛出世跟没有佛出世，地藏本愿经都会流通净虚空遍法界的。那你会说，师父啊，那以前的经都是用抄经的咯，现在是印刷咯，那现在呢都变数位化，那众生有苦难，假如呢三千大千世界的时候，那你怎么看得到经啊？有善业显现的时候，它就会经文，有时候经文甚至会现在虚空里面，有时候经文呢甚至会在梦中里面，你会想到经文。所以最重要，你要自己栽培自己的善根，永远不要放弃，生生世世的学习佛法，这才是地藏菩萨要护念你的。好，看到这尊地藏菩萨，这是多年前我在新加坡一个佛教文物买的，是木雕而刻的。然后中间呢，地藏菩萨的中间上面有一个舍利塔，右边有三个，左边有三个，代表六个天女拿不同的法器，有琵琶，有乐器，有种种，这代表六度波罗蜜，非常非常庄严。这尊地藏菩萨是我的，目前供在桑野精舍。所以地藏菩萨他是有甚深的禅定，他身上放的光芒念念都行，六度波罗蜜利益无量众生的。好，请看经文十六页第九行，佛这一段是出自于地藏经竹垒人天品第十三，大家都很熟，所以我挑重点讲，我没办法一个一个字讲，师父也很想一个一个字讲，这样讲的话我看来哦，我要整年都住在新加坡，哎，这样不太好的，因为我的学生很紧张这样子。好，请看，佛告虚空藏菩萨，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解说。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把见先画起来，看到地藏菩萨的修行，这是第一个，眼睛要见到佛像。第二个，闻到此经，耳朵听闻，听闻法师讲经，或是听诵经的录音带或 VCD DVD。 第三个，乃至于读诵，自己读注解，读竺摩老和尚的地藏经讲记，或眼培老和尚的地藏讲记，或读很多孟参老和尚的地藏讲记，读，这是第三个方法。第四个，用香花来供佛，供地藏菩萨。所以你早上起来第一个要用点香供地藏菩萨，初一十五买花，然后呢第五个，然后呢就像各位法会一样，都会有这个饮食供养。在这里饮食供养我多说几句，各位不要介意哈。供佛啊，就要像你供朋友一样，很真心。我看到有些法会哦，好像在做法会完了以后，接下来半个小时呢，厨房就叽叽喳喳要煮，所以然后呢就要开饭了。所以我看到呢都是供干料的，干的香菇，我干的豆包。师父很真心提醒你，这样不太好。你会请客人吃干的豆包吗？
你会请客人吃干的香菇吗？不会，你一定给爸爸妈妈吃的时候是煮好的香的，对不对？不一定要热的，因为新加坡已经够热了，各位已经够热情了，就不要再烫烧了。冷的也没有关系，但要煮熟的，这样才能供佛，了解吗？代表你诚意。所以或许有些法师不愿意讲，我也知道，哎呀，师父你怎么那么啰嗦，这么挑剔呢？供香菇很麻烦，你一讲以后我们头很痛的。不，请问你自己吃干的香菇吗？没有，干的香菇要泡水，泡完水还要呢切一切，还要加辣椒，对不对？还加一点这个泰国的七里酱，对不对？然后再加一点香油，炒一炒，闻起来很香，你才会吃吧，对不对？同样要请最好的才供佛菩萨，不可以用干料供佛。老实跟你说，若你不愿意听，那我也没办法，因为得到你用干料供佛有不同果报，将来会什么变成干巴巴的。接下来第六个，用衣服珍宝供养。好，现在的衣服注意听，没有错，在南传佛教或是用石雕的，大乘用木雕的或大殿的佛像都很少披袈裟，可是在西藏有些佛像它会供最好的幔衣，供袈裟。其实供袈裟是供养三宝的意思，那可是现在佛灭度了，所以变成这个衣服呢改供地藏菩萨，就变成象征的，或是供养出家人的僧服，这是一种。所以我也看过呢，供袈裟的时候供衣服，什么剪一块最小的布，地藏菩萨这个供养你吧，你这么小气呀，这么小块。不是，这是象征意义，是说我能够布施给供养三宝。刚才说过，地藏菩萨是难言菩提悲智怨恨四大菩萨里面呢，只有专门现出家相的，出家需要僧服，这一袈裟，所以这是象征意义。所以你要供养地藏菩萨，衣服是代表你能舍，而这个衣服除了你一表象征的意义，供在地藏菩萨面前，最好能够供养什么呢？出家众僧众衣服。但是注意听，要有智慧，现在很多出家众的衣服也就够了，所以你也不要供养我，反正我这么瘦瘦的，也不，我有几套衣服穿了十几年够了。你应该把这个衣服布施给谁呢？一切贫穷的众生，育幼院、养老院、孤儿院，真正他们需要衣服，乃至于在印度、尼泊尔冰天雪地或落后的地方， second hand 的衣服也可以供养他们，然后把这个功德在地藏菩萨面前禀白，然后再回向。下面一个珍宝，有人就会说，为什么要用金银珠宝这么庄严供在佛堂呢？那代表你虔诚的心，虔诚的心，你肯舍，对不对？你肯用珍珠玛瑙，那当然没有学佛人就没有智慧，他就说，哎呀，那些珍珠玛瑙坐在那边好像没有什么效果，甚至有看到大殿，哎呀，金碧辉煌，佛教真有钱啊，都是涂金的嘞。那有人就会批评说，请问你为什么不把这些金去做慈善事业、教育事业呢？注意听，师父讲，这有两个解释。第一，供养三宝有供养三宝的功德，你今天拿黄金去供佛，跟拿一块铜钱去供佛，假如心一样虔诚，那当然一样的功德。但是假如你有分别心，有我的话，你还有我的念头的话，当然黄金的功德一定胜过于铜钱。佛在世的时候，八个国王都会用金银珠宝供养释迦牟尼佛，也会供养僧团，所以佛也都接受，对不对？佛自己不会自己享受，所以答案是什么？是在你自己发的广大的供养心。接下来乃至于布施供养，布施给一切贫苦的众生。好，天下的众生呢有很多很多啊，我在净明佛学社我有讲，放生虽然很好，可是呢佛教徒不要执着只放动物而不救人，人才有善根，动物我们当然要救，对不对？早上我跟一个莲友谈，宽济念佛堂有一只猫咪就跑来跑去的，我就跟他讲，对，我们要去帮助猫咪没有错，可是呢天底下有更多的人，应该先去救，因为人他有意念的善根，
他会修行。当然我们也要去救猫咪，可是现在有个问题，假如你的能力猫咪跟人两个只选一个，请问你选哪一个？来，我考一下下啊，来，你认为我选猫咪的请举手。有人会觉得说因为他比较快投胎，我先渡他，所以先布施给他，请要供猫咪的请举手。第二个，你觉得救人的请举手。好，手放下。你觉得我两个一定要救，我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请举手。好，你觉得两个都不要救，救自己的请举手。不会吧，我想大家都发大正的菩提心。对，没有错，我们应该去帮助人。猫咪注意听，假如你是出家众，可以帮他三皈依；在家居士呢，你可以帮他念佛念咒，然后你发愿，愿你早日结束你的畜生道的恶道恶业报果，来生赶快投胎做人或天上继续学习佛法，将来愿你成佛。你很真心的这样祝愿，他们呢就会得到利益。所以利益不是呢只看到有形的，你刚才讲香花灯果烛，有形的当中背后还代表无形的意义。比方说花香代表戒定真香，我供了佛门戒定之香，要提醒我自己要常修戒定慧。供水代表我的心要清净以及平等。供花代表我每天都修菩萨的六度万恒因果同时，供食物呢，代表法轮未转食轮先，就是呢，你看没有讲经之前，各位都先到斋堂去，肚子喂饱了，欢喜再来听经，你就很愉快。假如你空着肚子来吃饭，来听经的话，你听得很欢喜，可是肚子它不太欢喜，就会咕噜咕噜咕噜叫，对不对？所以古人讲，要写解法缘之前，先得要吃饱，所以它都有它甚深的意义，所以。最后一个赞叹瞻礼，赞叹是指很多人用佛门的偈颂来赞叹佛菩萨，包含着拜忏、诵经跟共修。瞻礼就是你自己拜佛，或是共同拜忏都可以。那注意，我刚才问面一二三四呢，就是告诉你，你选你自己方便的方法，至少要种一个因或两个因。比方说早上起来。你有地藏菩萨的圣像，你起码供一杯水，供个香，然后顶礼三拜，然后就 OK 了。这么简单的方法，你就可以得到下面二十八种利益。啊，不是很划算吗？真是物超所值啊！地藏菩萨非常慈悲，地藏菩萨没有让你搞很深很深的方法，他不像要讲到啊、哦，要修楞严经、楞严首、楞严大定，哇，那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修。他也没有讲到说一定要像华严经华严海会的华严三昧，没有，他就是从你人间开始的食衣住行香花灯果烛，你能做多少都多少。好，现在接下来有个问题了，关键在哪里？在你的愿心与心量，请你写在旁边，这很重要。第一，你发愿，譬如说你现在供一朵花、对不起，又借宽济念佛的花，我借一下啊，没有说的话偷到。我现在拿一朵花，很虔诚的供地藏菩萨。我虽然只有一朵，我的钱也只能付一朵，但是我的心量把它一朵观三朵，变五朵，变七朵，变无量无边。注意听，观想的力量要训练，尤其是各位老菩萨。你说，哎呀，师父，你讲的都很精彩，怎么这么啰嗦呢？我就观不起来，练习嘛，对不对？你煮饭总不会煮一颗米吧？请问？煮饭哪有煮一颗米的，请举手。大家抢着那一颗米吃吗？你吃饭的时候一定有很多很多米啊，就像这样一粒米可以变很多很多，其实你是可以训练的，只是你没有练习。所以一朵花你要观想，我一顶礼，注意听，凡夫的所缘境是一朵花，但是你若念力真的很深的人，一观呢就变成无量无边，阿罗汉就会看到，哎呀，这个人心量广大无边。所以功德与心量成正比。我先回答一个问题，有人问，我知道你们会问，没问也我现在回答。地藏经里面说，我往生的时候为家人做功德，生者得六分，亡者得一分，六比一，对不对？这个是方便说比喻的。假如你的心量这么小，我今天念地藏经就是为我的死去的阿公或跟阿嬷，你就想到一个人的话，很抱歉，你的心量就这么一点点。
所以六比一没错。但是假如你会观想，我现在诵地藏经，我的阿公阿妈很不幸过世了，或是我的妈妈过世了，最近有很多人往生了、啊，我知道出来听经，每一个呢都跑助念，跑来跑去，大家都很忙啊，功德无量。也有几位莲友呢，家神往生，也留了给名字给师父，师父会帮你回向，我自己讲经会帮你回向，我做功课会帮你回向。所以注意听，假如你现在想，哎呀，我的妈妈或阿公阿嬷其中一个人往生，你先想一想，这个地球上有多少的医院人也断气了，可是他没有学佛啊，我还好是佛教徒啊。我还有师父跟莲友帮我，那没有学佛的印度尼西亚人、马来人或印度人或其他奇奇怪怪的所有的众生，谁帮他、啊？你要这样想，你就会升起悲心。而且呢，每一秒钟，全世界的所有的医院断气的是很多很多的众生，这时候你的心量就扩大了。扩大了以后，你同样念一部《地藏经》啊，你的功德就无量无边的。你要从这里去训练，而不是说师父念一部地藏经多少钱啊？100新币啦，你比较熟打折一下50块啦。听好，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点到为止就好。其实这不是真正的佛法，功德是你自己布施来的。当然有些寺庙它有它的管理制度，我能体谅。可是你要想，这样如理如法吗？假如这样的话，贫穷人是真的没办法成佛的。学佛也不是这样子的，师父应该提醒一下你们，我没有批评，我提醒你，各位有智慧，你自己想一想。所以你一盏花，一朵花，可以观想无量无边朵，这功大功德才这样所缘境。第二个，你的心量不是只想到自己的爸爸跟妈妈，想到这一刹那我好有福报，我能够有师父或莲友帮我为家人诵经，那无量无边的众生没有学佛的呢？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池里游的、水中跳的，所有众生呢？地藏菩萨就想到这里，所以他叫做地藏菩萨摩诃萨，叫大菩萨。所以你要从心量跟所缘境下手，这样子你才会得到下面的28种功德。不然有人也会问我，师父我也做，奇怪怎么还是生病啊？鬼神呢，嘿，不但没帮助我，而且呢幽冥界众生一直跟着我。那你就会怀疑说，奇怪，我拜地藏菩萨怎么会没有效？答案你没有抓到关键，一个是你的心量，一个是你的愿力，这才是真正的功德。就算你没有出钱，自己在家里念地藏经功德也很大。我多年前哈，曾经在新加坡讲经，也在台湾讲经，我碰到好几个居士呢批评说，师父为什么佛门有分大牌位跟小牌位？我家就没有钱，我就只能写小牌位，难道我的祖先就不能去极乐世界吗？我听了非常非常难过，我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世界没有一个是圆满的啊！我也不是那里的住持，所以我没办法帮你改。可是我的寺庙里面呢，哎，我们是随喜功德的，我们绝对不会定价钱的，因为定了价钱以后，这么广大的功德就变成这么小了。所以你要想清楚。好，请看下面，再看得28种利益。第一，天龙护念；二者，善果日增；第三，极胜上因；第四，菩提不退。好，我挑重点讲。第一个，你真正发心修地藏菩萨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问，也有一个莲友问问题，